名人搜身，林书伟秀女儿编织手环，媲美45万铂金包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书伟。从主播转战主持圈的林书伟，和作家老公蔡世平结婚11年，育有一个10岁宝贝女儿，身上的珍贵宝物也都来自老公和女儿。我老公给我的一个爱心就是这个铂金包，我们托另外一个朋友的福气，因为通常呢，全世界的铂金店这个 Hermes 店都不会拿这个铂金包给你看，但是因为我朋友有一张黑卡，那于是他就把店里头。2个铂金包就让我们买走了。这个 LV 皮夹是我一个好朋友送给我的，所以我也不知道它的价钱。哇嘞，朋友送 LV， 老公送铂金包，女儿送了什么才送进良心啊？这个手环可以媲美今天的铂金包，这两个手环呢，价值无穷无价，因为这是我女儿帮我编的。现在她在新加坡夏令营，她还跟我说她编了更多不同的样式回来要带给我。所以我这个一定要带着，那这个是女儿的爱心。女儿有爱，妈妈当然也要回馈咯，只是别有用心。我这一次在国外的时候买到了 Frozen， 我女儿的最爱。从新加坡回来的时候，每天要跟她念里面的文章，有些英文呢我还必须要查一下单字，所以先预习一下。她为求天天带女儿环戴得舒服，还去做了除毛雷射，对皮肤的保养更是吹毛求疵。任何我到哪一个国家都可以擦的，然后不管我是特别的干燥、特别的红肿、特别的脱屑，或者是特别的缺水，这一瓶都可以伴着我，回到台湾之后脸都还是完整的。苹果也浪赖，脸被人打才会不完整吧？报道。